法一定会有错误，但是司法的错误如何能够被人所接受，就是它是强调程序的，通过程序所推导的过程，即便错了，那这也是程序本身所推导的。民众很多时候他是希望撇开程序，去追求他心目中的一种正，而这种正义反而会导致一种非正，就行侠仗义嘛，最后呢冤冤相报，会酿成最大的灾祸。所以我们法律在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追求秩序，那追求秩序，我们就会认为在程序中我们才能达到一种可见的正义，一种人们可能接受的有瑕疵的正义。我们小时候都会迷恋那种结果正义、侠义之心那种东西，这东西是怎么样可以慢慢修正过来呢？通过什么样的训练？我觉得就是法治。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确实没有法治的这样一个传统，我们从来都认为规则是针对别人的，规则不是针对自己的。强人一定是跳出规则之外的。所以我以前看西游记嘛，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孙悟空以后的战斗力越来越 low， 对吧？后来我才发现，别人孙悟空是成熟了，对吧？别人遇到是首先找人，也就是说这个没关系的妖魔鬼怪怕全都打死，只要但凡有点关系啊，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它就很明显的体现出我们对于规则本身的不尊重。那为什么我们爱看武侠小说？我到现在都背得出李白的侠客行，对啊，赵客漫胡缨，吴侯霜雪明，阴鞍照白马，飒沓如流，那多爽啊。但后来你慢慢的会发现，如果正义靠这种途径去实现，那一定会导致更大的不正义，就往往是善良的愿望把人们带入人间地。所以这种转变是大概什么？那才是法律的训练。因为法律的训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程序正义，要警惕实体正义，要在程序中去追寻正义。换言之，我们就是建立了个游戏规则，最后这个游戏规则导致谁输谁赢，很遗憾。所以说从我们对孙悟空、韦小宝的啊，对令狐冲的迷恋啊，对，是特别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对这种怎么说呢，对规则秩序、对法律的意识的。它就是一种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的法治的观念，就是我们觉得只要我的动机是好的，我就一定是好的。但是动机好不代表结果好。而且是不是更背后是一种对一种不负责任的自我的寻求？对啊，他就放纵嘛，放纵自己的激情，放纵自己所谓的正义感。因为所有的东西是需要节制的，因为我们都是并非完全理性的存在，所以我们所有的情感是要受到节制的。我们愿不愿意谦卑的去接受一种程序的正义，即便那种程序的正义没有达到我们心目中的正义。它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怎么说这种社会里面，比如孙悟空，带着孙悟空的迷恋，那种正义的放纵或者说这种宣泄变成了一种表达自由的方法？是，那肯定会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治其实很大程度上它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它的一个结合的过程，就是法治它首先强调权力本身是要受到约束的，然后在这样的一种约束的背景下，那么慢慢的其他人也会愿意去约束自己，因为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它不可能是一个单向。